人间净土，人间净土，人间净土。佛教青年协会主办。各位听众，阿弥陀佛，又到人间净土节目的时段，好欢迎你的收听。今日节目是继续公播学佛群疑。学佛群疑呢是台湾圣严法师的著作，我们看着他这本书呢来跟大家介绍。请问法师，佛教对神通和异能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？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，凡夫是可以得到五通的，出世的圣人呢就有六通，而佛就是有三明六通。所谓五通呢，就是一，能够知过去世的叫做宿命通；二，能够知未来世和现在的远处和细微处的呢，就叫做天眼通；三，能够知道他人的心念活动的就叫做他心通；四，能够用耳听到无远佛界的声音的就叫做天耳通；五，能够飞行自在，来无踪去无影，瞬息千里，取物如探囊的就叫做神足通。由于功力的深浅不同，神通所达的范围大小同埋保持时间的长短呢，亦都有所不同。这个是属于有为、有漏、有执着的，和解脱道是无关的。当然就不是菩萨道啦。而圣人呢，是有漏尽通的。所谓漏尽呢，就是去我执而证涅槃。小乘就是阿罗汉，大乘是初地乃至到七地以上的菩萨。只有佛呢，是得到三明的。三明呢，就即是六通之中的天眼通、宿命通和漏尽通。因为呢，只有佛的神通力是彻底的、究竟的、圆满的，是度众生的方便，不是异能的表现。一般的外道呢，得到一些神鬼的感应，能够差遣鬼神或者被鬼神来到差遣，就以为得到了三明六通。其实呢，这样是非常幼稚和危险的事来的。神通有一定的修法，有些呢就以习定来到法通，有些是以持咒而法通。修定而得通呢，首先就是注意力集中，心力增强，用心念将自己的身体官能接通宇宙的磁力和电波，再对于波长的选择性和接收力的训练和沟通都达到某一种程度，自然就会产生神通的功用的了。一个都是在物质范围之内，没有物质的条件，神通是没办法表现，亦都无从训练。所以呢，以基础的道理来说，唯物论者亦都能够练成神通的。关于用咒力来到达成神通的目的呢，就是以特定的某一种或者几种的咒语来到感通鬼神，或者是差遣鬼神，被鬼神所逆使，或者是逆使鬼神。咒的力量呢，就是代表特定鬼神的符号和威力，所以呢是有感应特定鬼神的作用的。这两种比较呢，前者如果定力退失呢，他的通力亦都会退失；后者如果鬼神远离或者是犯了禁忌呢，他的通力亦都是会退失的。鬼神的力量呢，就可以用两种的方式来到表现。一种呢，就是附载在人的神经官能而出现；而另一种呢，就是从耳语而得到的消息。附载式的神通和传话式的神通呢，实际上是属于感应的范围，还没有到达神通的程度。但是附载式的感应呢，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他自己所修成的神通，因为他不自觉有鬼神附体的感受。由于神通呢
是不能够违背因果，不能够改变既成的事实，只能够预先得到消息，或者是从远距离得到消息，而做暂时的回避和阻挡。其实呢，神通都是自然现象之一，它是不能够违背自然的律则的。所以呢，喜欢显现神通的人，除了是惑众之外，对于乱世的大局，又或者是彷徨的人心呢，都是无所帮助的。反而呢，沉迷在神通现象越深的人，脱离正常的生活就越远了。因此呢，佛世时代佛是不容许弟子滥用神通，阿罗汉的弟子呢亦都并不是都有神通的。相反，如果用神通，虽然能够化化众生于一时，但是呢就不能够摄化众生于长久的。而且善用神通，例如比丘之中的大目犍连、比丘尼之中的莲花色，他们分别都是罗汉，罗汉尼的神通第一。结果呢，大目犍连就死于六障外道的乱棒，莲花色呢就死于提婆达多的铁拳。所以历代的祖师从印度到中国使用神通来传播佛教的是不多的，甚至呢可以说是很少。这些人呢，如果在使用神通之后，大概就会离开当地，或者是舍步往生他方世界。如果经常显现神通而修炼的话呢，必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、枉死之灾和空死之难。这个呢都是由于违背因果、抗拒自然的结果。众所周知，西藏地处高原，崇山峻岭之中，潜修密行、苦修禅定、精炼神通的人呢是不少的。其中呢有些人还能够呼风唤雨、撒斗成兵。但是呢，在西藏的佛教史上呢亦都有过几次的法难，亦都就是佛法遭受恶王的摧毁和消灭的时候呢，神通亦都失效。近期呢又听说台湾呢现在有不少人是已经有三明六通，但是台湾呢几乎年年都有台风、地震、水患，以及扰乱大众安宁的黑社会流民或者是土匪。这样那些具有神通的人士，为什么他们都不闻不问呢？可见呢业力是不可思议的，共业和别业呢应该受的仍然是要受，迷信鬼神的神通救济只有增加更加多的困扰，损失更加多的财产，消耗更加多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呢，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语的，亦都是识者所不取的。而家社会文明亦都是知识普遍的时代，凡事呢应该以正信的佛法，从事于智慧的开发和努力，不应该去迷信所谓神通的奇迹。因为呢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鬼神现象的幻术而已。